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 Samantha。今集咧想嚟一集开箱，咁咧就系开我哋买咗个 BB 床，咁咧我哋 BB 床咧就买咗个 Delta 啦，咁就想俾大家睇下，咁啊睇下个实用性同埋性价比 O 唔 OK？咁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，就跟我一齐睇呢段片啊！机床好大哦。好啦，我哋咧终于装个底啦。呢个底做咩啊？你讲嘢啊。This side face down。啊，佢我老公话呢个一定要摆下面个面。头先同我老公讲，我话咦个架咁高，我咁矮。我摆唔摆到 BB 落去噶？咁我哋咧阵间研究一下先。如果唔系咧，我咁矮咧，对我嚟讲系咪？大家睇唔睇到？好似有啲难度咁啊，好搞笑啊！成件事唔知佢嘅设计会唔会可以再抬高啲啊？睇下先。咁咧，我哋张床咧嗱有啲混乱啦吓，咁咧就呢一个系我哋张床啦，咁我哋 BB 床咧就摆侧边嘅，系啦，呢个就系块镜。好不幸啊，我哋而家间房咧，自从多买咗好多 BB 嘢之后咧，就应该会越嚟越细。明明好大嘅，而家变咗越嚟越细，咁我哋都要执下自己啲嘢。咁但系都几方便嘅，系咩事？呢度三个 level 啊。三个 level。三个底可以摆。系喎。最低，中间。最高是给 newborn baby 的，就是这里就几岁大的，所以它是相最高的那个，你就可以抱到它上来。哦，是的，咦，它的设计不错。现在装三面了，它跟一条 key 呢很重要的，它全部一些位置都是用六角匙扭的，所以这个 key 就好了。你拿过来啊。同时呢记住戴这些latex 的手套，因为刚才我扭这个位置的时候仲用手指扭了之后呢，直撑啊？不是啊，哦，用手指扭了之后呢，这个呢才可以有位，这个位置很窄的才可以喐到跳到。如果不是呢，你没有用的手咁样扭到入去平呢，扭呢它是根本上就扭唔到，咁啊佢咧呢个位置，佢打到呢条铁嘅，只可以呢个位咁窄，有位俾你喐。如果前啲就出嚟唔得，咁而家都好实净啦，个最后一步啦。哇！装咗三面啊，而家装最后一面啊。佢每面咧都有呢個嘅 inside bottom face interior， 咁你跟住咧唔會反轉咁樣出去 inside 之後咧，擺翻佢喺入邊嘅，咁你就唔會錯啦。Perfect， 我老公好叻啊！把呢度，一set把嗰边咧就完成啦。
最尾咧，呢個係教你呢樣嘢，佢係 4-in-1 convertible crib。因為而家你係 B B 仔啱出世，去到可能一歲定兩歲之後咧，你可以再買一個 extra part 翻嚟，就可以將佢變成由呢一個去變咗係做幾歲大隻細路仔坐喺度係 opening 咗，會冇咗呢個嘢，你會加一條好細嘅嘢，咁細路仔就可以側邊行出嚟咁起身。之後再大啲就可以再買多一個呢度床架 the frame， 就變咗好似大人床噶啦，佢嘅加咗個frame， 就呢兩個 part 唔要噶啦，淨係要呢個 part 同埋呢個 part， 呢個鐵都唔要啦，加個 frame， 咁就變咗大人床，就擺咗大人床褥，就大人細路仔嘅床褥，咁就可以瞓覺啦。咁啊，所以呢本嘢咧唔好唔見佢，叫你呢度其實係一個袋嚟嘅，呢度。这个一個 chocolate dark chocolate， 我哋一個 dark chocolate， 即係白色，但係已經dark chocolate 冇曬啦，我最後一個俾我買咗啦，係佢 show 你睇，好正喎，佢可以變成咁樣，可以坐喺度咁樣，可以變成大人牀，而家我哋 B B 仔牀，咁就只可以瞓到幾多歲咧？有冇話限制？定係瞓到幾多磅數超過咗就唔瞓得咧？咁咧就同大家分享完呢個性價比啦，我覺得幾抵啊，由200多元特價到，佢係咪因為 Thanksgiving 而平㗎，老公？唔係。我唔知道，我就係見到 pop up 嗰個 website 話平，咁我就 jump on。係啦，因為最近而家係Thanksgiving 啦，咁美國而家 Thanksgiving 咧去做成個月嘅，因為新聞都有講啊，即係而家 Thanksgiving 咧佢會提前一個月啦，咁就擔心好多人買啦，咁所以好多人咧都趕喺聖誕節之前買完禮物送俾對方啦，有個感恩啊，又即係希望多啲人去受惠啊，同埋唔係好似上年咁嘅塞車啊，好多人都寄 UPS 啊或者 USPS 啊咁樣塞曬所有隊伍啊，搞到舊年啲航空行業咧都好混亂啊，係啦，咁所以就因為又唔夠人手關係啦，咁我覺得呢個價錢130多元咧都算係平嘅啦，咁同埋可以用幾年啊嘛，最重要我又好中意嘅顏色啦，如果買白色咧就唔係好襯我哋間房啦，因為我哋間房大部分咧都係純木。色啦，都系蓝即系啡啡地啊，啡啡地系深啡啊、浅啡啊咁样咯，咁就系咯，好衬我哋嘅配搭咯。我哋都会陆续会拍多少少片，系关于例如我哋喺美国大肚婆咧要预备啲咩衫啊，啲咩家私啊，有好多朋友送咗啲嘢俾我哋啊，真系好感恩啊，多谢佢哋，因为冇佢哋咧，其实我哋真系使费系劲贵咯，真系美国买嘢都唔系话好平嘅，如果唔系贪佢有 Thanksgiving 嘅话咧，可能我哋真系买嘅系越嚟越多，同埋好贵咯，同埋我听香港朋友讲都系买咗成几千蚊，起码差唔多10,000元都未止啊，哇，听完呢、這个真系价钱简直系生仔唔容易。好啦，咁今集咧时间喺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追呢段片嘅朋友咧，记得俾个 like 我 subscribe 我。channel 啦，系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，下面留 comment， 我哋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